们台北车站的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铁132安全又快乐，也就是我们台铁的系列相关活动了。大家知道吗？从六月份开始呢，就是我们台湾铁路局非常非常重大的盛事哦。同时呢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呢，台湾人是最美丽的风景。但是呢，大家知道吗？最有人情味的移动方式，也就是利用我们的台铁了。相信大家呢，如果呢有坐过台铁、坐过火车的都知道，不管是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或者是一家人、情侣，大家一定呢都经过这个火车而有美好的回忆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台北站，我们邀请到了许许多多的艺文团体，带给大家一系列丰富的艺文飨宴。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开始移动您的脚步，来到我们的舞台区。是的，在这个端午佳节，相信呢来到我们台北车站的朋友们一定都是相当的热情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借助大家的掌声，一起来欢迎我们台北车站的站长黄荣华黄站长，掌声欢迎。今天美丽的主持人，还有我们的天运乐团的一个蔡团长所率领的一个团员，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中正社区大学，还有黄组长所率领的各个社团的一个表演。那我想明天就是六月九号，就是铁路节。那铁路节它的由来是因为在1887年的时候，台湾首任的一个巡抚就是刘铭传，他上奏清廷说要在台湾建造铁路，所以在1887年的6月9号当天就已经动工了。那在4年后，就是1891年，基隆到台北已经通车了。6年后，就是1893年，就是台北到新竹也通车了。那早期大家可能不了解，台北到新竹的铁路，它不是经过万华、板桥、树林的，它是经过那个塔城街那边出去，然后直接到新庄，然后到龟山，经过桃园的。那我想今年就是132周年的，那很高兴我们这一次铁路节的前一天，台北车站在台北站办理的一个庆祝活动。当然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我们的天运乐团，他整个的乐团的一个主持人组成都是一些老板或者上班族，还有退休，他们都是一个兴趣。我想每个人都学有专精，然后组成了，我想今天带来的节目一定会非常的一个精彩。当然他天运乐台表演完了以后，还有我们中正区的一个社区大学，他们各个社团也带给我们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节目。我想今天在座的一个小姐、先生、贵宾们，如果看到他们的表演以后，我想不虚此行哦。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就慢慢来欣赏他们的一个表演节目。在此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黄站长。坐，谢谢。好的，各位现场亲爱的嘉宾，我们接下来呢，马上呢就要来进行我们一整个下午的美好时光啦。我们这个阶段呢，第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就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天运乐团来到现场。我们先请哦，我们这一团哦，哇，我都是资深型男辣妹啊哦，来到现场呢，要为各位呢带来一连串非常非常精彩的组曲演出。当然呢，有国台英语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轻快歌曲。好，那么呢，老师们呢，他们今天呢会为我们带来一连串非常精彩的歌曲，也欢迎各位现场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开始移动您的脚步，来到我们广场区这里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。同时呢，他们也希望呢借由今天的演出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。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我们的天运萨克斯风乐团呢，他们呢成立有大约5年的时间了，都是由一群资深型男辣妹哦所组成的。同时呢，平常非常
常积极的在参与这个公益活动啊，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组型男辣妹了哈。今年来呢，从台北车站这边出发，而且呢，这个快闪的活动呢，现在已经累积了20个火车站喽，可以说是相当相当丰富的一个演出的经验。好，那我们再给我们台上的老师一点点的时间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我们天韵乐团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，就叫做是第九月台，可以说是跟我们的台铁相关的哦，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哦。好，请大家呢敬请期待喽。好，是的，我们所有的老师们，好，来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的话呢，请我们在座所有大家借助大家的双手，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天韵乐团。
要为大家带来的呢是非常非常轻快，而且是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叫做《波的万宝》。掌声欢迎天韵乐团。是由我们黄老师自己 solo， 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黄老师带来的《黄色的玫瑰花》，掌声欢迎。
的轻快，而且有气氛啊。好，接下来一样是 solo 的曲目，也就是大家哇一样耳熟能详的歌曲，由我们浩源老师带来的《小苹果》，掌声欢迎浩源老师。
是由我们嘉宾老师以及雅富老师带来的风中灯，一样掌声来欢迎他们，我们的天韵乐团。老师以及雅富老师带来的轰叮叮，接下来喂，好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呢为我们带来一连串非常非常经典的国台语歌，接下来来的英文歌要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黄老师带来这首非常轻快经典的英文歌曲，叫做 Top of the World， 掌声欢迎黄老师。